俱力同入圆觉也。稽首入于妙神通大光明藏释迦文，三昧正受不思议光严住持佛境界，是诸众生清净觉身心寂灭归平等圆满十方便随顺于不二境现净土，为诸菩萨演大乘普令信解以修正。我今信逢圣妙法如获摩尼之至宝，自立之后欲立他随文殊示此了义，见闻悉发菩提心同入如来大圆觉。